富的比赛经验。奥特巴特呢是世锦赛全运会咱大的双料冠军，现在也是中国国际的领军人物。十三年来，巴特一直活跃在国际一线，靠的是永不服输、永不退缩的作风。亚桑克莱也不得不佩服巴特的勇猛盖世的气势，他挥动铁拳上演王者归来精彩搏击。本场比赛台上执法裁判是来自中国的。大家好，老师从业中医男科三十余年，帮助了数千名海内外华人朋友通过中药调理重回男性雄风。如果你也存在房事时间短、勃起无力、硬度差、中途疲软、肾虚、前列腺炎等问题，现在就加中医老师微信574-993-200，纯中药，一人一方，治根治本，帮助你持续坚挺20-40分钟，补肾壮阳，延时助勃，彻底告别快男软男。记住微信574-993-200。上，奥特巴特刚才一个转身后踢腿，对方左右摆拳，奥特巴特的防守还是不错。介绍了奥特根巴特，他年龄上啊现在已经偏大了，那么这也是他呢在退役之前为数不多的几场比赛之一了。那这场比赛住好，又是后踢腿。我们看到这个俄罗斯这个选手菲利克斯啊，他呢看来对于奥特根巴特这个腿上的进攻啊，他还是比较有准备，而距离感现在来讲掌握的不错。就像他赛前在宣传短片当中介绍所说的，他反复观看了巴特的比赛录像，对巴特的战术打法呀应该是进行了充分的研究。对，有备而来。巴特好的、一个踢膝，漂亮，一个踢膝，踢到对方的这个腹部腹股沟这个位置啊。是的，老哥，他这打中拳是顶的，这是国内是好的，很有名的硬汉，就击到对方。对方虽然那个给人感觉到气势很猛，两侧摆拳，但是都是巴特有遮挡的。你看，这都是有遮挡的，这种拳其实没效。啊，对方刚才是一个膝踢膝，然后紧跟着采取高鞭腿、小鞭腿。拍击声，比赛距离缔结马上要结束。对方刚才这次后手拳打中了巴特的腮帮，巴特立刻还颜色，以牙还牙，你打我一拳，我还你两脚，这就是巴特。第一回合，巴特无疑巴特战胜。自由搏击比赛当中，那个节奏要更快一些啊。是的。漂亮，对方和这个奥特根巴特一个身体肌肉，巴特抱起之后顺势的就一拧，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摔跤的摔法。我们说了，他呢不注重数量，更注重的是质量。是的，抓机会，双方都是直拳。漂亮，这个是这个给人感觉到想起了中国那句话叫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。是的，我上边拳头打让你注意到我直拳，紧跟着底一小鞭腿踢得还非常有力，把你胳膊打到什么支撑点了啊。巴特一直像轻松的坦克一样不停地进攻，轻松地踢着对方头部。这就是巴特的作风，巴特的打法就是这样，不停地进攻再进攻，一直在压制对方。对，转身紧跟着拳法要上来了，对方呢真的是顾不了东而顾不了西。是的，巴特有遮挡，巴特直拳，巴特步步紧逼，两人搂抱到一起。后手，好运动员，虽然局面上非常被动，但他仍然咬紧牙关在比赛。这就是搏击运动员一种作风、一种风格、一种精神。巴特连续进攻，好，铃声响了。好，现在是第二回合比赛结束。
也能够看到人们对于武术这项中华民族传统运动的喜爱，而搏击运动更加国际化。太和通过举办这样的比赛也进一步开拓视野。哦，对方这脚下有点打滑，脚下有点打滑，但是巴特尔已经是无法在巴特尔面前来有什么施展了。我看他就正面踹，连侧面的高边腿都没有了。好的，人踢。哦，刚才准备采取一个四上人下下劈的这种动作，最好做最漂亮的就是当年刘海龙，对，柳式劈盖，柳腿劈挂，劈挂腿。好，护齿被打掉打落。这个又在围城附近，对方轮摆，好，来一个后摆。这也是巴特尔的优势，就双方都是后摆腿，但巴特能够踢到对方，对方的腿就是摆个样子了。是，感觉体能下降的非常厉害。并不是对方啊这个腿的质量差，而是巴特的后撤的距离算得好。是的，会。现在巴特好像也不识。哦，好的，刚说完这鞭腿就上了。我就想说，我说巴特要用这个手的话呢，和对方可能基本上是五五开，或者是5.5对4.5。但如果腿上，一个鞭扫，把对方击倒，对方直接扫倒在地。正在三位裁判一致裁决，红方中国选手奥特根巴特以明显点数优势降服对手，获得比赛最。